坚持非常激动，拥有父亲的战友回家。说句心里话，这也就是我父亲回家了。然后这是第十批烈士联合的礼物，您觉得想对父亲战友说点什么？爸爸，你们的战友都回来了，我非常的高兴。虽然你不能回来，但是呢，他们都回来了。毕竟没有你们，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。爸爸，非常想你们。这是在韩，志愿军烈士的遗骸，第十次回国，就是我心情非常高兴，也非常不平静，因为我哥哥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。虽然这些遗骸当中，归国这十批里边没有我哥哥，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哥哥的战友，是哥哥并肩作战的兄弟。所以心情很不平静吧，不平静，就是因为希望下一次或者是以后，我的哥哥也能像这些烈士一样，回到沈阳，回到我的家乡，回到祖国的怀抱。